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，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 Cosans。Cosans 今天呢就大涨接近8%呀。像如果你有跟进我之前的视频的话，你有听过我分析的话，你有 follow 的话啊，这样的话你应该现在是赚着钱的呀。我们来用这个筹码风来分析一下。首先他之前我就讲过了，这个筹码支撑住他呀，就这个已经是支撑住他了咯，弹上去。然后呢就是这个筹码主力线三条线，灰线、蓝线跟这紫色线。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紫线呢是 1.15 左右，灰线是 1.025， 蓝色线是1块钱左右。所以我之前讲过，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 1.145 这个啊，就有机会继续往上涨。像今天老实讲呢，它是非常漂亮的，它已经是站上去这个筹码峰，站上去这个 POC， 站上去所有的这个筹码主力线。OK， 所以现在重点是说它的目标价在哪里呀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不可以追啊？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。大家看到呢，其实很容易看到的哈，这边有一个套牢盘，这套牢盘呢是对应这一个筹码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这个蓝线跟紫线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些跟这个盘整区，跟这个筹码峰，这些都是它的套牢盘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它的这个主力线。Resistance， 它的价钱是多少？3块。今天收是 1.22 啊，它有没有机会突破3块钱？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这个筹码是比这一个大得多呀，就是说，赚钱的人比亏钱的人更多啊，这是套牢嘛，就是亏钱嘛。赚钱的人比亏钱更多，而且现在呢，国山呢不是只是国山大涨罢了，所有筹套股都大涨，让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是个主题了呀。他们之前这边被套的朋友呢，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卖出去，所以这个原因之下，我觉得他是蛮有大的机会突破这个快三千，这吹牛力罢了啊，可能最后也没有突破呀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现在还是快二。1.30 这个是一个 resistance， 这个是不可以否认的呀。通常如果要一个做一个安全的交易的话，你现在 1.22 你要去追的话，你就赚那8分钱啊，这个你自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去追呀。这个是自己要考虑，这边是套牢盘3块钱，现在股价是 1.22， 如果你明天买入的话，你可能会买在 1.2523 左右，这样快3000的时候就是 resistance 了啊，少过5分钱，少过7分钱啊，这个是不值得去冒险？除非你很相信呢，它是可以突破啊，这个是马后炮啦。如果可以突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刚才我讲说，这个筹码峰跟这个套牢盘，这是比较大，这是比较小，突破的机会是高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也是猜罢了呀。它不会突破，没有人会突破，也是有可能的呀。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小心呀，你要不要去追，你真的是要考虑。快三千前面有一个套牢盘，不是很多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套牢盘。现在我买的话，我可能买在 1.22 1.23 1.24， 值不值得去追，这个你要考虑。但是呢，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 1.30 啊，看到吗，它的下一个套牢盘在哪里？这边，就是大概是在7块左右，7块有4毛钱了啊。这个的话就值得操作了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安全的话，你应该等它突破这个3块的时候，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突破7块。中间这边有一个200天均线，这个也是一个resistance。但是你看一下这个200天均线啊，对应这边是没有套牢盘的，200天均线大概是块半钱呀。
也就是说突破快三千的话，你可能会碰到快半千的累积升，可能碰到这个快七千的累积升。但是这两个快半千这个呢，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阻力呢不是很大呀，安全就等它突破快三千呀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大机会突破快三千，你相信我刚才讲的东西，你也是可以买在一点二多呀。这个是看你个人的风险跟这个管理资金管理。OK， 无论如何呢，恭喜那些有跟到的朋友，赚钱了。如果你赚，大概是可以，到你如果你有佛了的话，你应该是买在应该大概就是一块钱左右，或者是比多一块钱。现在一点二二的话，应该也是有这个28%的这个盈利，也是不错了啊。OK， 我们就继续跟进一下，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快三千。有机会突破的话，当然是守住了。也是可以加码的哈，然后就看它这个快半钱跟这个快七钱会怎么样。OK， 这些都是我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就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。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你也是可以 sponsor 我，可以赞助我的，只是需要去我 channel 里面按这个 join button， 请我喝杯咖啡罢了呀。记得今天早上下午说我讲这个 Talk Growth 跟 Hatta 早上讲的东西，如果你跟到的话，现在也是赚钱的。 OK， 谢谢大家。